呀，你还真有脸来呀，亲家，乡亲们，我是来赔情道歉的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。钱贵，你们家还叫人吗？啊，钱国顺跑了，我闺女不见了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就是活着，还嫁人不嫁？啊，嫁人能嫁得出去吗？啊，是是是，亲家，你说的这都是实情。啊，等我逮住了这货，我当着你的面，我把他活剐了他。算了吧，当初你也说的好听着，什么你们家钱国顺知道错了，将来以后好好对我们家迎凤。哎，咋样好好对？就这样好好对我们家迎凤啊？结婚的时候连钱国顺这影子都找不着，你现在又来这一套，谁相信你的鬼话呢？就是说的呀，比唱的都好听。我说钱贵啊，在你们村儿你也算是能说会道的，可是你们做的什么事儿啊？一天到晚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，人家怎么了？你们太不像话了，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是不公，大伙儿对不对啊？就是不公的厉害，还不是一点儿？我是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哎，大家都消消火，肝火大了容易得病，啊！我钱贵这一辈子也没想欺负过谁呀，可我家出了这么个祸，我也觉得丢人呐。你还觉得丢人呢？啊！我们老张家的脸面都叫你钱家给丢尽了，你现在说这些话还有啥用？啊，你就是这样教育儿女的啊？哦，子不教，父之过；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领罪，我领罪。我他妈就是憋气。你今天找不着祥国顺，我教训教训你。我敢来，就没想活着回去。有啥气儿，你往我头上撒。要剐要杀，由了你了。慢腿儿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妈，你别管，今天我就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慢腿儿，你给我住手！有理还不打上门课呢？乡亲们，今天我敢立到这儿来，我是豁出去，我这张老脸不要了。我是来向大家领罪的，领罪的。可儿女大了不由人呐，亲家，我对不住你，更对不住你家银凤。今天大家要怎么着我，我绝没二话。可有一样，今后谁要是到我家再闹事儿，那别说我钱贵不客气了。国顺，钱国顺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不站住！
你要赶紧跑，我就跳下去。有本事你就跳，我告诉你，摔不死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又不吃你，你怕我干什么？你不吃我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钱国顺。谁叫你谁敢下去？我干嘛呀？求我！我太胆大了！不是你谁胆大？不是谁胆大？谁胆大？啊！你跑啥呀你？我怎么呀？跑！我叫你跑！我再跑！你到底想干啥呀你？你说我想干啥？咱俩回家。谁跟你是咱俩呢？你想看着我爹把我打死你才高兴是吧？我就是高兴，要回你回，我咋回啊？我回哪儿啊？我是回你家还是回我娘家呀？我回我娘家怎么回呀？那大家会怎么看我呀？那你就远走高飞，爱飞哪儿飞哪儿去。我就跟着你飞，你飞哪儿我飞哪儿。哎呦呦，上花招数了你？你肉麻不肉麻呀你？麻，我麻死你！你是队长吧？啊，就算是吧。你有啥事儿啊？你们这儿还用人吗？人够了。我啥都能干，我干啥都能行。人够了，再说我妹不要女的。男人的活我也能干，犁地啊，割麦子，我在我们家都走在前头。我们家那房子也是我带头干的，真的，我啥都行。人够了，啊，人够了，我们这儿人够了，走吧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！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快走吧！人家都看着呢，看看吧，我长得又不难看，不就胖点儿。你想干啥呀？我没想干啥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我没逼你让你跟我回去。哎，来了，谁啊？我。哎，小曲啊。哎。有事儿啊？啊，我来看看房子。看房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房子已经分给我了。分给你了？哎，新月，来来来来，我给你解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人家小曲要结婚，房管科啊把这房子分给他了，你得搬家。分给他，我住哪儿啊？哎，咱不是结婚了吗？这单位已经分咱们房子了，你还住在这儿，回头让人挑理，到时候他结不了婚，回头骂咱一辈子，你说是不是？结婚了，合法夫妻了，就得回家住。这样，你住里屋，我在外屋那沙发上站着。你要不同意的话，我绝对尊重你，我保证，好吧？